一般来讲啊，这个图这个图其实不会很难。哎，好了，我开始讲，就不要再讲话了，不然就听不清楚在说什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边。他说啊，长方形有一个长方形 ，A B C D， 我看谁还没把这张找出来，还在那边给我哈，不知道我在讲哪一张。好，他说长方形 A B C D， 他把它给割，把它给割成甲乙丙丁这四块，然后其中呢，甲乙丙的面积分别是二比三比多少？一，然后题目要问的是 A 一比上一珠等于几比几？这题其实没有很难。来，我问一下，丁跟丙，你们觉得面积有没有一样？一样。一样，所以丁也是一。好，抬头看这边，蔡宗成，你看哦，他如果要比 A 一比一珠的话，这个的比例，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的面积跟这一块的面积？什么东西相同？高有没有相同？高是不是相同？就是四边形，这样写好，就是 A B。哎，可是它有没有？哦 ，A B 不是，因为这里没有，它没有标。甲面积比上乙加丙加丁。加起来，他们两个是不是同高？这两个是，哎，这里啊，加，哦，乙忘了写，就是乙加丙加丁就是这一块，这两个的面积是不是同样的高？同高，这样写好像你们会看不懂。同高，来问一下哦，这两块面积如果高度相同，你的面积比是不是就直接等于底边比？这句话听得懂吗？如果再讲一次，这两块面积，我是不是底乘以高，是不是等于面积，对不对？底边。乘以高，是不是会等于面积？我今天如果高相同，我是把高打叉叉，这两个会成什么比？是不是成正比？所以在这里，你的底边比这个要抄起来，底边比就会等于什么？面积比。啊，面积比的话，在这里是不是二？二比上什么？这里的底边比就是题目要的 A 一，二比一加一加三，可不可以？点一下，就是这里的底边比指的就是 A 一比上什么？一珠，可不可以？所以 A 一比一珠就会等于是二比。这样可以吗？大家可以吗？这就自己写下。好，还有哪一题要问呢？我在看题好。第四题。好。第几题？三。好。三哦，就是那个天平那个。空白的那三个要算吗？空白哪三个？不算。哇，不算啊，黑黑的才是啊。来。今天要耍憨才有那种失败。来，这边是不是四个圆圈？然后三角形这边几个？是不是七个？七个三角形，对吧？就不画那么多。
然后另外一个天平呢，是不是两个正方形跟五个圆圈圈，对吧？然后他这里要问说，如果你这样放的话，他们是成平衡状态，请问他们的重量比？来问你哦，四个圈圈等于七个三角形，请问圈圈比三角形自己比几？四比七还是七比四？四比七。七比四。然后呢，两个正方形会等于五个圈圈，请问正方形比圈圈等于几比几？对，是五比二。好，最后呢，题目要的是圈圈。哦，它是正方形比圈圈比三角形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放看看哦。如果今天圈圈比三角形是七比四，然后正方形比圈圈是五比二，重复的是哪一个？对，重复的是不是七？所以在这边的话，七二这个，所以这边是不是要乘以二？这边要乘以七。乘以七，所以五七三十五，七二十四，四二是多少？八，这样有没有问题？答案就是这样。所以答案要选是多少 ？C 对不对？可不可以 ？OK 好，好，这一这张还有要问的吗？好，我们来看第四题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题。哎，赶快写起来了，你还有时间那边讲话。第四题要说甲、乙、丙三个人总共有1880元，甲的钱数三倍，甲的三倍等于乙的四倍，这个要怎么列式？三倍的甲等于什么？四倍的什么？乙。来，请问甲比乙几比几？四比什么？对，然后再来甲的乙的钱的四倍，四倍的乙是不是等于五倍的丙？对吧？那请问乙比丙等于几比几？五比什么？五比四，所以连比怎么比？甲比乙比丙怎么比呀？蔡宗成，这题你比出来是多少？不要在那边浪费时间，那边笑好不好？是不是乘以五？重复是不是这个？乘以五，下面要乘以多少？等于三，所以是不是得到十二比十五比多少？二十，这样可以吗？三个人的钱数比就是这样子。好，然后他要问你说甲的钱比乙的钱丙的钱多多少，剩下就给你们自己算。怎么算呢？来，三个人钱是不是就是可以假设是？二十 R、十五 R 跟十二 R 加起来不是1880元？去除以二十 R 加十五 R 加十二 R， 除出来 R 等于多少？四。对 ，R 等于四，你们自己带回去求。哎，专心一点，后面小朋友，赶快写起来了。问的还不听，还不认真听，好。好，第九章，第九个提醒。哎，我先说，我算到这里，我没有算完哦。你要自己带回去去求丙，求甲乙丙的钱数，再看甲比丙多多少钱。好，再来。第九。提醒就哎、欸、提，刚刚提醒八还有没有要问的？第二题，提醒八，刚那张，刚那一页。第二题不是跟第三题一样？
上铺和下面答案。数字不一样。我算出来是6:4。不会啊 ，A 啊，6:9:4啊，你在列错。在列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有没有把那个正方形三个圈圈加一个正方形？不是，是我把三角形加正方形。放错边嘛，自己小心一点。来，我们看第9，题型9。